孙策的病情日渐恶化，他自觉时日不多，便将主要人员叫到了床边。然后孙策指明让弟弟孙权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兄长，请三思啊，我难当重任。这份重任只有你才能担当。可是比起兄长，我的力量太弱小了。我的才能是杀敌制胜之才，你的才能则是用人治世之才。我与父亲只能选择霸业之路，你却不同。伯父，公瑾，你看，没想到父亲的遗志与我的梦想可以托付给这么多人啊。是啊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，好好休息，伯父。我心有不甘，不过也很幸福。我与父亲兄长他们不同，我并不渴求天下，梦想霸业。那么您想要什么？我敬重黄土，爱惜百姓。我想在孙家的大旗下守护各位，我想守护天下百姓，平息乱世的波澜。兄长会笑我太天真吧？不，他一定会很欣慰吧。江东小霸王孙策去世了，奉行霸道的豪杰选择了他宅心仁厚的弟弟做了继承人。乱世中的一颗明星陨落了，此时另一颗新星闪耀出了光辉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打扰了。典故如是说道：周公瑾，打扰了。怎么会？请听我一言。打扰了。我有一计。交给我吧。我有一计。好的，请听我一言。
好的。您可以听听吗？好的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好吧，您认为交给那个人，我认为把握不大。我有一个良策，请交给我吧。快去吧。为了各位，一定要促成此事。报告，有合适的人选呢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个良策。可恶。现在必须让你听听我的想法。我孙仲谋不会就此让步。这就是孙仲谋的人生。那种事情闻所未闻。孙家人就是这样活下来的。哎呀，莫名其妙。看看我的决心吧。那种借口闻所未闻。哈哈，请听我一言。可恶！此乃事实，天地尽知。情况就是这样。
感谢。为了各位，一定要促成此事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有合适的人选了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出征！孙家的战斗没有败北。遵命。就是这样。尽管放心吧。报告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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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交给我吧。好吧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个粮，交给我吧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你有空吗？荣幸之至。
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请听我说。我愿听凭您的调遣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无姓之至。我有一个建议。好的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你有空吗？荣幸之至。报告。有合适的人选。好的。我有事报告，感激不尽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您有空吗？荣幸之至。我有事报告，感激不尽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个良策。我明白了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我有一个建议。好的。你有空吗？啊，真令人高兴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真令人高兴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出征！孙家的战斗没有事。
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会展现我的武艺。报告。有合适的人选呢？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嗯，遵命。你有空吗？你有什么事？怎么会？可恶！此乃无稽之谈，适可而止吧。不如放弃吧。出发。什么？交给我吧。
好吧。报告。好的。听我说。你有空吗？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，感激不尽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，感激不尽。检测。好的。就是这样了。感谢。你有空吗？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有一计。您认为交给呢？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好吧。报告。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有一个良策。遵命。快去吧。为了各位，一定要促成此事。报告。好的。快去吧。
我愿意接受。好吧，我要献策。好的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感激不尽。现在开始评定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怎么会？现在就做个了断。嗯，交给我吧。敌军向我方领地进军了。我有一计。好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的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我会展现我的武艺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我还有这个方案。好的。你有空吗？无信之至。就是这样，无信之至。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我还有这个方案。好的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交给我吧。领命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收到了报告。
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这样做可以吗？好的。交给我吧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我有一个事情想说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您认为交给……好的。我知道了。快去吧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我有一个良遵命。别来无恙吧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就是这样。您有空吗？十分感谢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一计。
我有一个良策。是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这就是最终的结果。荣幸之至。别来无恙吧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得正好。听我说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报告。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交给我吧。快去吧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报告。
是，请静候佳音。你有空吗？感谢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就是这样了。感谢。就是这样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交给我吧，打扰了。好的。好吧。报告，我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很乐意。好吧。哎呀，真是风和日丽呀、啊！哎呀，真是风和日丽呀、啊！遵命。好吧。请听我一言。典故如是说道，请听我一言。感谢。我有一个良策。就是这样。领命。迟到了。领命。打扰了。好的。我有一个粮，交给我吧。
我有一个良。遵命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。祝您心情愉悦。情况就是那样，十分荣幸。快去吧。请交给我吧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有合适的人选呢。好的。我有一个量，我明白了。就是这样。你有空吗？真是光荣之至。情况就是那样。真是光荣之至。展现我的武艺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。您还好吗？好的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
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计，您认为交给……好的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这就是最终的结果。荣幸之至。你有空吗？这份殊荣，我愧不敢当。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份殊荣，我愧不敢当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交给我吧。快去吧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，有合适的人选。好的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打扰了，我有事向您报告。哼，若是那个人，可恶。交给我吧。这就是我孙仲谋的人生。出征，孙家的战斗没有败北。快去吧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，有合适的人选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
就是这样。有客人来了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我有一计。好的。我要献策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好的。孙家的战斗没有败北。遵命。是的人选呢、啊、好的。就是这样。
就是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好的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好的，请听我一言。好的。孙家的战斗没有败北。遵命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报告。好的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。虎父无犬子，孙仲谋来也。领命。迟到了。交给我吧。请听我说。是。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请交给我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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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听我说。交给我吧。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这就是老练的战术。明白了。明白。运气好，就是现在，全军突击。交给我吧。领命。是。被打败了吗？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出发。可恶。交给我吧。交给我吧。领命。机不可失，冲进去。
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这就是老练的战术。这也是为孙家着想，我有事向您报告。我周公瑾立誓，必会对您忠诚。嗯，好吧。怎么会？此乃事实，天地尽知。怎么会？